两手成掌，头掌从右前臂下方窜出，向后滑弧置于左肩前，同时右掌理收至右胸前，突然向左转身90度，向下扫切长白鹤扫翅。 目视前方，右脚向左开一步落地，然后转身90度。 长背面，左手呈鹤头掌，向外弹劲，右手由下上扬向上拨出，呈青龙滚水的动作，最后翻身大摇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。 再讲一遍，右脚向左平摆一步，同时转身90度，后左脚理收，然后左手长小缠腕的动作向外摇格，右手由下往上拨长。 青龙滚水，重心移在左脚，然后右脚向后挑起。 长魁星踢斗，然后着地转身135度，两手长双肢，后这样向后方叉击，长回马一枪，目视斜右后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。 说明，重心左移在左腿，然后右脚挑起，右脚跟为力点向后挑起，呈魁星踢斗，然后转身135度，向后右脚着地，转身两手呈单肢。 向右后方叉击，长回马一枪，目视斜后方，身体转身135度，转成正面，长正面。 两手同时向左、向后做青龙出水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正面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说明。 身体左转135度，呈正面，两手做左的青龙出水摇的动作。
左脚外展，右脚提起上步，长步丁步巴马，右手做小长棒的动作，左手抓握成拳，向左前方撞击，呈反手拴门的动作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说明。左脚外展30度，随即右脚上步，呈步丁步巴马，同时左掌向外做小擒擒拿缠棒的动作，小擒拿，然后左手抓握成拳，底收从左后向前弧线夹进，呈反手拴门。右脚外展，随即左脚上步，长步丁步巴马，左拳往后往里内收，经过小缠腕呈擒拿手，同时右手划弧成拳，从右后方往上握拳夹进，呈正手拴门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说明。右脚向外展，随即左脚提起上步，呈步丁步巴马，左拳里收，外摆里收，向下向中向外缠出，呈擒拿手，同时右手抓握成拳，往里内收，从右下方向前以牛角拳向上撞击，呈右正手拴门。左脚外摆，右脚提起上步，两手里收，向前同时插击，呈美女照镜，然后两手顺时针做摇格的动作，叫锦盘摇珠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左脚外闪，随即提起右脚上步，呈步丁步巴马，同时两手成掌，里收，由内向前向上插击，做美女照镜，然后经过了沉肘的顺时针的沉肘动作，顺时针做360度的划弧，做摇格的动作，这叫锦盘摇珠，目视前方。
右脚后退一步，长左弓步，然后两手里收，上仰，做弧形动作，两手至前方之后，两手成爪，往下拉拽，呈仙人摘桃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右脚后撤一步，呈左弓步，两手里收，往前上扬，做两手成爪，往下摘压，呈仙人摘桃，要目视前方。右脚提起上一步，两手从中向左向右划弧，长爪形爪握，向左抓摘，呈仙人摘花的姿势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左脚外展，随即右脚上步，呈布丁步发马，两手里收，向上向上向右划弧，呈爪形往左拉摘，呈仙人摘花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势，步行不变，两手五指分开，左手外旋，右手内旋，向前向右弧形拉抓，置于左腹前，目视前方，然后以右前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向右前方反击，呈横弓出剑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松开，右手内旋，左手外旋，从左后方向前弧形往右弧形拉戳，到右前方时抓握，成拳往里收至，左拳以右前臂弓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向右前方反击，做横弓出剑，要目视右前方。
右手外旋礼收，左弓臂，右臂向前消出，长利刀消除，先右后左，连续三下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，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长掌里收，左手里旋以前臂，同时从右手上面向前消出，成利刀削竹，先右后左，然后再向右做，连续三下的利刀削竹，要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抓握成拳，左手外旋里收至左腰际，右手从后上扬，从上往下盖脖，叫白鹤盖脖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，步行不变，两手抓窝成拳，然后左手外旋里收，收于左腰际，左腰际，然后右臂上扬，从上往下盖，成白鹤盖脖，目视前方。横上式，两手成掌，左掌从右前下方向上挑起，置于左肩前，然后右掌里收至右胸前，突然转身九十度往下扫切，呈白鹤扫翅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，
成上势，两手成掌，左掌从右前臂下方传出，至于右肩前，左掌右掌里收，收至弧形里收，收至右胸前，突然向左转身九十度，右掌往下扫切，做白鹤扫翅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左停摆一步，随即左脚里收，与左手同时向前传出，长鹤头手，鹤头手传出，长擒拿手，同时右掌从下往上往中戳击，这是向左的下盘摇的动作，这叫青龙滚水，要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，右脚随即提起，上步，右手向外擒拿缠手，左手握成拳里收，从右向上向中摆拳成反手拴门的动作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先外摆，随即左脚提起，上步成左步丁步发马姿势，左手里收，往下往中往前，掌心向下，同时右手握拳往里往右往上往上往中摆击，成正手拴门，目视前方。后左脚外展，随即提右脚上步，两手成掌，从里向上向右斜前方插击，成白鹤冲天，演示右前方。右脚后撤一步，转身九十度，身体右转，左脚尖里扣，左掌从右前臂传出，外旋成剑指往前推，右手往回拉成关公射箭，目视前方。
左脚脚跟外旋，左脚脚跟外旋，左脚向后撤一大步，两手扬起，由左向右，向外，向里，向左，扫做秋风扫地，目视前方。重心右移，左脚提起，向前正方踏出一步，两手握拳，轮臂停于胸前，左拳经腰际，右脚提起弹出，做白鹤弹腿。两手变掌，右脚往后撤一步，两手做中盘摇的兴隆出水动作，演示右后方。身体左转九十度，左脚尖外旋，这样外旋，然后上右步，左右臂脚起，随拧身转体，左掌向右臂内侧拍击，然后向右前方弹出，做白鹤弹翼，右脚横弓出剑的动作，演示右前方。呈上式，步行不变。随即左手内旋成立掌，右手成鹤嘴指，从左右向左滑弧牵拉，穿过左前臂的后侧，置于右肩外侧，然后以鹤嘴指向前点击，叫白鹤吻嘴，然后右手脚起向前方弹出，呈白鹤缠脖，演示前方。右鹤头掌变成鹤翅掌，外旋滑弧牵起，里收向外立掌，立掌垂落成凤尾垂落，演示右斜前方。步行不变，随即重心左移，右脚擦地
收回，虚点以脚尖虚点地面，白鹤计脚，同时两手里收，往左使左，左手长立掌，握手右手成拳相抱一起，两手由前向外向中推出，长将军挂印，使动作为请示请拳收势。右脚向后撤一步，长开立步，两手外旋，分别抓成爪形，收于两肋侧，然后内旋向下按压，使出螺旋劲，成半月沉降，目视前方。身体上直，右脚收于左脚前，两手自然垂直于两腿外侧，目视前方。Thank you.